谁派你们来的？说。毒死了！别慌慌。错怪你了，没想到您还是个英勇救父的义父呢。义父？嗯，我？对呀。这名头值多少钱？义父？吴奶奶，这可是无上的荣誉，这怎么能用金钱来衡量呢？你要把这名头折成银票给我，我会更开心。阿月，伤着没有？我没事，你快去看看阿宇，是他冒死救我。没事就好，吓死娘了。哎，那个不是姑奶奶吗？那个抱着他的男人是谁啊？借着着火的机会，把水中救人变成了火海救人，这俩人脑子还算活泛。接下来这出戏我陪你们唱下去。小公母，你怎么让个野男人给抱回来了？您是个寡妇，这大庭广众之下，您以后怎么见人呢？嫂子，我……夫人。我是迅猛，我来不及多想。如果夫人怪我坏了姑娘的名声，刘雀愿求娶姑娘，只怕家贫，配不上姑娘。你先起来说话，这火中救人如何顾得了这么多？虽说是救人，这名声说出去好说不好听，是不是？是吧，小姑母？你这大庭广众之下的让一个外男抱回来，你这孤男寡女的搂搂抱抱，成何体统啊？唾沫星子以后淹死人，是吧？以后还怎么见人呢？这客栈烧成了这样，我们还是先找个镇子安顿下来。当务之急是为伤者请医救治。姑母的事，容后再议。啊，对，阿月说的对，容后再议啊，容后再议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啊，快！刚刚死里逃生就想着赚钱。我真是小瞧你了，走。昨晚你小姑母的事情说来也怪，这凤有凤巢，鸟有鸟窝，沈瑜嫁来咱们家不过几日，与你小姑母各不相干，怎么会费心费力的替她分辨呢？莫非是她搞的鬼？不管是危难见真情，还是有人捣鬼，既然沈女有心，襄王有梦，我们又何必棒打鸳鸯呢？也多亏了沈瑜，此事正好顺水推舟，
也将小姑母送回苏州。你早就看出来了。那丫头，无利不起早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她会拼了命来救我。我原本嫌弃她粗鄙贪财，现在看来，或许是我看走了眼。听说，昨夜她本已经逃了出来，后来又跑回去冒死救你。日久见人心，且先看吧。这些年我们如履薄冰，与那起自然周旋，还是谨慎为妙。不过，若他真像昨日那样有情有义，我必善待于他。那些死尸是宁王的，看来不是冲周家，而是冲我而来。唉，平白无故摔了我两跤，这个人真的是，最好别再让我见着。要不然连医药费连本带利都还给我。什么人？铜雀楼天字一号房，谈黄金万两，大买卖啊！这肯定是放火那波人的同党，阴谋，绝对是阴谋。但是他算计我有什么用呢？而且约在铜雀楼，听起来就是个大馆子，人多眼杂的，富贵险中求吗？去。果然够气派，是个谈大买卖的地方。徒有其表，一看就是要干骗人的勾当。还没见到东家，就要走了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你到底是谁啊？你老缠着我干什么？刚才不是和你说了吗？做买卖的东家，黄金万两，是你啊？蠢货！就看你找这个地方，你就做不起我东家。那什么样子的人才能做你东家呀？有钱人。这些钱算有钱吗？来，二位楼上请。给我来份点心啊！哎，好嘞。真不愧是天字一号啊！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，一个茶杯，一盏灯。不满意啊？说吧，这银票怎么能变成我的？很简单，听我吩咐，替我做事。凭我以往的经验，字数越少，事情越大。你怕了？我当然怕，谁知道你要给我什么差事啊？有命赚钱没命花的买卖，我从来不干的。胆子这么小，那你还去救周月？两码事儿。我还指望能在周
哦，周月是我相公，我救他不是理所应当吗？哦，这么说来，你们夫妻还真是情比金坚呢。我看你为什么这么眼熟，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？大公鸡，是你吧？你接近我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啊？我出钱，你负责办事，无权提问。切，那我不干了。这个大公鸡竟然丝毫没有挽留我的意思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要了一份糕点，不能浪费，我要在这吃完了以后再走。客官，你要的糕点哟，你要走啊，我给您包起来。好了，我交代你的买卖，不杀人不放火，上不违背大起律例，下不伤害市井小民。你若做，这黄金万两便是你的；你若不做，刚才你点的那些糕点算我请你。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？我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选我当你的狗腿子，你也别让问，但是有些丑话我还是要提前跟你说明白的。说。我知道我长得不错，但是我已经是个有夫之妇了，而且是个贞洁烈女。你不要对我有任何的非分之想，否则受伤的会是你。我真的从未见过像你这么厚脸皮的女子。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过世面。说吧，我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？进入京城之后，首先你要在周家站稳脚跟，成为侯府老太太身边的贴心之人。为什么是周家？好，我不问。为了方便你尽快立足，我可以把周家大房的详细情况告知于你。你怎么那么知道周家的事儿呢？少爷，京城来了位刑部的高大人，说是要问前日驿站着火的案子。高大人？是，他还说点名要见你。嗯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过去。阿月，阿月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阿月，你没事吧？受伤了没有？高大人如今贵为刑部侍郎，我不过是一介布衣，岂敢用昔日称谓？你我之间不论这个，我陈启时知道消息，说你在城郊遇刺，吓得我魂都没了。我终于都没穿就飞马过来了。你不信啊？你不信你看我真没穿。够了。后退，保持距离。高大人，不是有话要问吗？哦，对，我派人查了客栈，验了刺客的尸体，是豢养的死士，但衣物、武器和尸体上都没有留下任何线索。不是山匪，而是死士。嗯。那为何要对我们周家下手？尚待详查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查出凶手，护你周全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周某就恭候大人佳音。大人慢走。我没有说我要走啊。你们一家老小无人保护，万一再遇到险情怎么办啊？干脆我与你们同行，我一路护送你们进州府。大人是忙，不敢劳烦，还是请吧。你为什么总把我往外推啊？同窗三年，我自认并无得罪之处，为何你总是对其他人所有人都春风和煦，唯独对我冷若冰霜啊？世人有投缘不投缘之分，难道非要得天下人青眼？那你与谁投缘？与你那重启的娘子吗？我与娘子两情相悦，自是投缘。那既然如此，为何此时她没有和你在这儿两情缱绻，却与别的男人在铜雀楼共饮啊？高墨，
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字面意思，你要不信你自己去看。我是怕你人还未进京，全京城的百姓都已经知道了。高木虽憨，却从不扯谎。难道沈瑜真的有事瞒我？他现在在哪里？带我去找他。跟我来。周家大房的情况你可记清楚了？我记清楚了，我现在连他们家母鸡什么时候下蛋我都记得一清二楚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人赚钱的时候脑子最灵光了。不得先给点定金呢？给定金可以，不过我有约法三章。挣你点钱是真不容易，你说。第一，我与你合作之事不得告诉任何人。第二，我交代你的事你知道就行，不许询问。第三，嗯，怎么着？待我想起来之后我再告知于你。我真吐了，我最烦你们这种东家，真的故作姿态。怎么着，字数说少了显得你们没文化是吧？你说不说？不说钱我拿走了，我还得验一验你这钱是真是假。现在世风日下，有的假银票做的比真的还真。你还会验证银票的真假呀？那当然了，小时候我们府妇人行走江湖，遇到的骗子多了自然就会了。好，那你好好验，最好一张一张验。哎，还是我来吧，你这身子孱弱，如果万一，我是说万一啊，万一你要看到什么有辱斯文、不堪入目的画面，我怕你承受不住。让开！放心吧，收了你的钱，你就是我金主。以后别说向西，你让我上西天都行。阿月，你我这个人啊，非常讲诚信。以后我必将奸夫抓回刑部，严刑拷打。阿月，一会儿你可要挺住啊！阿月啊，周月，阿月。快起来，起来！干嘛？起来，快躲起来！为何要躲呀？刑妇入门就被相公撞见，跟陌生男子约会共饮，如果被赶出家门，我怎么说呀？我谁与你约会了？说不清了。哎，你干嘛？下去！下去！我堂堂男子，岂有翻墙越窗之理啊？你这个人怎么死脑筋呢？你不是让我卧底周家吗？我要是被发现被赶出去的话，你那些不知道什么的阴谋鬼计可就完成不了了。你给我下去！快点！等一下。你快一点！你急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快下去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们果然给阿月戴绿帽子。靖王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竟然在这里！娘子害我好找啊！大外甥，有什么难处你跟姨母说啊，干嘛要想不开呢？大外甥，嗯，他是你大外甥？他是我大外甥。我不是他大外甥。你就是我大外甥。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我不借钱给你，你就连我这个姨母都不认了吗？是你家道中落，现在很需要钱，可是你也应该明白，我跟相公那是两情相悦。虽然人家家财万贯，可是我不图他这些，我哪里有钱给你啊？哦，是吗？那这是什么？嗯？什么时候攒下的？我怎么忘了？好你个大公鸡，你做初一，我做十五，来吧。互相伤害吧，相公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你了。其实我大外甥今天来找我，不仅是为了借钱。你也知道，我略通一些医术。他来找我，其实是为了瞧病。瞧病？没错。你别看他长得人模，实际上不能人事。什么？我大外甥家是九代单传，家里为了给他看这个病，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。我也是实在不忍心。
才不得不跟他相认于此。相公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亲戚一场，自然应当守望相助。但大外甥若有难处，不如直接过来找我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夫人，高大人是过来问失火案的事情。嗯，问吧，我有点累了，你问我大外甥。那这位大外甥，据说是阁下杀死了全部的刺客，没有留一个活口。高大人既然已经调查得这么清楚了，何苦来此一问？那你们两个聊吧。相公，咱们两个先回家吧。他究竟为何与景王在一起？相公，你老看我干嘛呀？你可有事情瞒我？对不起啊，相公，确实有事瞒您了。何事？我原先对你说家里再无人了，是因为怕夫人不肯选我做你的娘子，可现在又多出来个患病的外甥。但是你放心，我已经给过他钱了，他不会再来打扰我们了。也罢，我们三房一无官职在身，二不参与官政，家中那些钱财，景王若是觊觎，也不会等到今天。而我女儿身的问题，更是与景王无任何利益冲突。即便他有目的接触沈鱼，想必也与我三房无碍，就随他去吧。相公，相公。哦，快到京城了，我也跟你说一下周家侯府里的利害关系。怎么都跟我说侯府？你说什么？啊，没事，你说。嗯。究竟是何人如此居心叵测？眼下正值皇上宗室责处，除了本王之外，其他的藩王也连遭行刺，这心思难道不是昭然若揭？您的意思是与责处有关？不止这一次，或许当年的小荣王案也与此有关。小荣王？小荣王是高大人姑母高贵妃所出吧，也是现在皇上唯一子嗣，是皇储的不二人选。现在想来，若无当年的小荣王案，想必当今政局又是另外一番局面。尤其是你们高家，也不至于像今日这般将命运托付给其他人。可这罪人，太医院院士顾存续等人不是已经伏法了吗？一介太医有何动机要谋害皇嗣？不过是当年有人想借刀杀人，趁着皇上悲痛草草结案。那殿下以为是何人所为？这就要看在这场宗室责处中到底是谁获益最大。宁王？可他是圣上的亲兄弟，一直谦逊仁厚啊。莫信直中直，须防人不深，或许我们才是殊途同归。周家真正的当家人是周老太太，你的嫡祖母。嗯，老太太出身世家，是在深宅内院里一路争斗过来的，心机颇深。我母亲为人和软，你在府中定不能让人欺负了她。放心吧，相公，对内温柔贤淑，对外霸气护短，你娘子我就是有两副面孔。还有一事，不管老太太是威逼还是利诱，绝对不能答应她给我纳妾，明白吗？啊，好。你有你的难处，
我懂。我说东家，你这什么衣品啊？我不管啊，明天这身鹦鹉衣服换你自己穿。难看死我！说好要招摇进京，让人家知道我是为征储而来，你不穿成这样，怎么让人家注意到啊？要招摇的人是你，又不是我，凭什么我来穿啊？难看死！难看，这不挺喜庆的吗？主要是本王没你这个气质，穿不出这套衣服的精髓之处。少给我来这套啊！真心的。对了，你和那个小娘子发展的怎么样了？什么发展的怎么样了？你别装糊涂啊！昨天孤男寡女共处一室那么久，你要说没点私情要谈，难不成你们在房间里拜把子呀？韩振云，你这脑子里面一天到晚都想些什么呀？你就没想过，以他的出身，能嫁入到侯门，他不应该把握机会坐稳少奶奶的位置吗？为何要答应跟你当暗探？你当真觉得周月娶她是真心呢？只不过是暂时充数罢了。我想他也很明白这一点，所以才会一直给自己留后路。至于是不是真心的，试一试不就知道了。怎么是？虽然是去周家时，周家安逸太久了。走吧。跳跳跳跳跳！许氏见过三婶儿。是三郎媳妇儿啊，劳你久候了。老太太今早起便念叨着，不巧晌午头疼病犯了，母亲身体也不适，便叫我出来等你，三婶莫怪。自然是老太太身体紧要，这是你五弟，五弟媳妇儿。三嫂。三嫂。五弟，弟妹。三婶请。老太太，您看我是不是出去迎迎？不必，他们竟敢逆了我的意思，私下给老五娶妻，就该知道有今天。听说不过是个跑江湖的孤女，这出身连府上的婢女都不如，怎么好意思带进我们侯府大门？回老太太，三奶奶带着五少爷和五少奶奶来给您请安了。三婶请。小心台阶。这边便是老太太的寿康院，这会儿母亲和我妹妹依慧都在上房陪着老太太。请。都起来吧。前月收到信，说五郎染病，连忙去信，让你来京城医治。谁料再收到信，说这病竟好了。
这身边啊还多了一个人，看来呀是我们多事了。让祖母担忧是孙儿的不是。回老太太的话，阿月游学回来本来就打算全家启程进京，没成想嘴角下垂，眼白多，一看就不好相处。那个大公鸡还让我成为他的贴心之人，看来要费一番周章了，为他冲喜。果然呀，这新媳妇进了门，阿月的病就真的治好了。也不全是我的功劳，主要是我们侯府得上天的庇佑，老太太您又慈眉善目，和蔼可亲的，我们子孙后代都是沾了您的福气呢。也是啊，这三房早已分了家了，五郎的事你们自然也就不必问我的意思了。本来想请老太太给择一门好亲，只是阿月这病来得太突然，当时确实没有什么好法子了。这姑娘多大了？祖母问你话，你怎么敢不回？啊，是在问我吗？我明明是五郎的媳妇儿，老太太却说是姑娘。老太太，您问的是孙媳我呀？他这规矩，老三媳妇儿，你是不是也该教教了？啊，是，老太太。老太太问你话，你只管答就是。我们老太太可是京城出了名的慈和之人，断不会为难你的。嗯，相公说的自然是对的，海玉记下了。殿下，宁王府送来的请柬，你先进去吧。哎，宁王这动作倒挺快啊，意料之中。他这是先兵后礼了？是敌是友，要看形势变化。现如今他已经被刑部盯上，而我已入京，他为了洗脱嫌疑，只有故作姿态。那咱到底去不去啊？你这心思比人姑娘还难猜。景王府还未修缮好，我们不会就在这客栈住下了吧？这一路奔波劳累的，我还想高床软枕呢。这么点苦头都吃不了了，放心吧，到时候自然有人好吃好喝供着我们。哎，哪儿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据说这位沈氏是跑江湖的孤女，以她的这种出身，终归是委屈五郎了。不过侯门弟子三妻四妾，那倒是常有的事，日后祖母啊仔细为你留意，再添几房便是。老太太说的是，我州府人丁单薄，一定要多多开枝散叶才是。小相公担心的果然没错，我这一进来他们就一唱一和的提纳妾之事，真当我是摆设呀？谢祖母伯母的美意，只是阿月并不委屈，前些日子驿站着火，多亏了阿月冒死相救，娶妻如此已是万幸，万不可再劳烦祖母求去妾室了。是啊，阿月舍命救夫，这样的义父啊，在我们苏州那是要去官府设立牌坊的，如若这么快便纳妾添房，怕会凉了人心。我也只是想让五郎的身边多个梯级之人，并没说现在就办。你们母子二人这般的推脱，倒是显得我老太太不通情理了。
孙儿不敢，只是着火之事还历历在目，孙儿也怕外人笑话周家凉薄。哪有五哥哥思虑的那样复杂，一沾那点小事谁会在意呀。舍命救夫是小事，那什么是大事啊？不如妹妹你教教我。你阿玉为了救我确实伤了身子，一路奔波确实不易，也不宜久战，望祖母见谅。红光满面，哪里像伤了身子啊？祖母，他明明就……五郎，你们一路舟车劳顿，都已经乏了，下去安置一下，休息吧。是，老太太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你也下去吧。啊？阿月身子还有些不适，你暂且到厢房住吧。刚才还是艳阳高照，这会儿就寒冬腊月了，周家人真是难伺候。好。娘，你刚才不还在老太太面前夸她来吗？怎么这就犯愁了？撞撞样子总是要的。刚才呀，我眼看着她顶撞老太太，真是吓得我心惊胆战。我这心呐，到现在还扑通扑通扑通的跳啊！我真是怕她在府里待不久，白费了我们的一番心思。只要捐官的事成了，外放离京，就能离开这些波谲云诡了。但愿吧。父亲。父亲，齐昭那个山野村夫真不把咱们宁王府放在眼里啊，请帖原封不动又给送回来了。意料之中，若是来了，本王反倒觉得奇怪。不是，那您还给他什么请帖啊？那不是白白服了宁王府面子。行刺之事，刑部已经将矛头指向了咱们宁王府，给齐章送请帖，即使他不来，此事也已经是闹得满城风雨，所以这不过是为了摆脱嫌疑前的故作姿态罢了。知我者，廉而已。不是，何必那么麻烦？要我说，干脆再搞一次刺杀。杀杀杀！你就知道杀，已经失败一次了，难道要给别人留下更多的罪证吗？那也不能让别人以为咱们宁王府怕了那个山野村夫啊。父亲，我认为若是暂时不能处之，不如先化敌为友。朝堂之上风云变幻，今日是敌，明日有可能是挚友。本王知道这个道理，他齐章能不清楚吗？你呀，多跟你哥哥学学啊。让我跟一个低贱的庶子学？你说什么？父亲莫管，我怎么能和我弟弟相提并论呢？弟弟身份尊贵，那是将来宗室择处的不二人选，他日定能继承大统，名留青史。说到这择处之事，本王倒觉得蹊跷。这齐章一向是藏拙避世，这次来京为何大张旗鼓啊？父亲，
是怀疑他别有目的啊。不管他有什么目的，你派人看好他，主位之事万不能有闪失。孩儿遵命。别在这儿扮猪吃老虎，爹吃你这一套，我可不吃。我警告你，我可是宁王府嫡子，别想压过我。弟弟说笑了，山鸡怎能与凤凰比肩呢？为兄不过是想富贵闲散一生罢了。沈氏，周府的规矩虽多，三五个月吧，也就记住了。你刚来周府，有什么不懂之处，随时可以询问，不用拘束。老太太说的是，你年纪轻，以后学习的日子还多着呢。老太太说什么你都附和，这么会捧哏，不去茶馆说书，你真是可惜。不就是想让我知难而退吗？想得美。那以后还真的是要祖母和伯母多多帮扶了。你们对我这么好，只要我沈瑜在周家一天，就绝对奉陪你们到底，肯定不食言。该用汤了，沈氏，把汤端上来吧。这伤得不轻啊，这荒山野岭的也就我能救你了。100两，不讲价。行，我就动手了。
些挡不住的结，走进你爱的世界，未知的危险，没想到终点却在眼前，只为换一个笑，扬起的嘴角，受的委屈都不让你知道，不管千里迢迢，只为把你抓牢，无论何时有你的依靠，还期待你曾说的誓言何时能兑现，你若不爱就不必再妥协，分不清真假，想念。